我要补个好觉。看什么？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。不是说要补觉吗？这次休息多久？你明天去上班，我就走了呀。上次不是说休假两个多月吗？电影超期了呀，然后又突然冒出几个退不掉的工作。我在外面的卫生间洗过了。那你要直接睡了吗？嗯，前阵子一直加班，今天早点睡。你也尽量早点睡，调整一下生物钟。玉兔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之前你休息的时候，林姐给你打电话了，我接的。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？那个，你知道有情趣这个东西吗？再说我也没有骗你啊，我说我白天要走，我没说晚上不回来。我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，我本来打算明天去陆家嘴拿一点东西，把家里布置一下，给你一个惊喜的。懒得跟你讲道理。我错了，我不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。晶晶，我们该走了。你不化妆就最漂亮了。不可能，我天天在家里做家务，已经都苍老了。每天扫地拖地洗碗的难道不是我吗？可是我还要洗菜做饭洗衣服擦灰尘呀。做饭是我们一起。为什么你能考得上清华，做得了实验，五言绝世，你却做不好一顿菜？
这应该说明做饭是艺术领域的事情，应该你加油啊。那我吃菜叶子也能活，你能吗？五点一刻了。好不好看，是不是很随意很自在，感觉像没化妆似的，这叫心机妆，弄起来很费劲的，你一直在催。逆光，走近点看看。以前把我骗去你家修净化器，你画的也是这样的心机妆。没有，我就打了五斤粉而已。啊，那加起来岂不是100斤了？林姐不骂你啊？那时候我才没95。我倒是很喜欢。哎呀，你把我口红都擦掉了，我要迟到了。现在太红了，不够心机。是吗？那好吧，那就再轻掉点吧。哎，于途啊，不是你到哪儿了？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慢啊？堵车了，估计晚15分钟吧。啊，那行，不急，你慢慢开。老关也没到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刚问了，那楼上的包厢有最低消费。我看这大堂有几桌，咱们就改大堂吧，2号桌。还是改回包厢吧。咱们就不用这么讲究了吧？虽然你请客，但也不用浪费嘛，不是？是这样，我女朋友有点消息。好吧，哎，你当着嫂子的面这么说，不好吧？实事求是。行，先挂了啊。哎呀，你开慢点，开太快了，我头晕。这也太慢了，让我也头晕。好了，不叫气了。